来，哇，羽毛球。不会吧？好不容易休一天，我不会玩这个。啊，它在动，好吓人啊！哇，它可以动！啊，我看到了。啊，哈哈，邓老师。嗨。嗨。好不容易休一天，我不会玩这个。你第一个的任务是你要去找陈潇，陈潇老师。哦，还有一个人你要努力找一下。陈潇老师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我一直蹲在这里，你们刚刚没有看到吗？没看到，你和这个柜子融为一体。你要躲哪里？啊！哈哈，邓老师。是这样子的。我们今天其实就是去猫咖里面撸猫，然后喝喝咖啡，然后跟三十几只小猫玩一玩，真不错，真不错。但是在那个之前，泰老师说他非常想打羽毛球。哦，你们打羽毛球厉害吗？还行吧，还行。好，那我们就自动划分好了队伍。OK。羽毛球比赛规则：两队将进行三局比拼，分别为1v1、2v2、1v1。每局率先夺得七分的一方胜出，三局两胜。我们就设置了一个奖惩的小机制。赢了那一队呢，他们进到猫咖里面就可以直接跟小猫咪游玩，而输的那一队要先去铲屎。就是我们只能看。对，什么我们还没打呢？我们还没有输呢。那我们不会从头到尾就一直要在那？什么我们呢？什么我们啊？哦，他要换个拍子。不要了。哎，为什么？他以前专业的。哦，真的？真的。我看一下，什么？漏的，漏的，漏的。我们加油！笑笑，我很对不起你，我们先看猫吧。哦。笑笑老师不要输啊！他已经放狠话了，我让你们今天看不到猫。哦。稳定发挥，稳定发挥！哎哎哎，你知道实力，哎实力。OK，Let's、okay, go， 加油！你看看，真的不行、哎。等一下，你想换一个球拍吗？有别的吗？有。看一下，你觉得这是怎么样的？只有杆子吧，里面没有网，对吗？哎呀，是什么？哦，我觉得我可以。哇，你这是实力在这里的啊。OK， 开始吧。哇哦！哇哦！哇！换回来吧，换回来吧。哇，这个很重啊。哎哎。耶！哦啊。哦，这是 out。进入了赛点，加油！苏醒了，猎杀时刻。哦，他们赢了，他们赢了。没事儿，我们赢回来。I'm sorry， 我们先看猫啊。啊，不可能的，因为他们两个很厉害。你打前，我打后。好，轻点啊，轻点啊。好，我轻点。来了来了来了啊来了啊！哦，哦 ，out，
轻一点，宝贝，轻点，大力，你往后面去，你后面去。不愧是你。哎，可以可以，加油，亚楠，加油！哇！耶！哎呀！哇！要不你一个人跟他们打吧？别别别别！哎，不是，调整一下战术，咱们调整一下战术。你上后面来，我上前面去。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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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滚！啊，怎么办呢？对不起，我们先看猫了。笑容逐渐凝固。再点了，宝贝。加油。好啦，行啦，我们今天那个先去看猫了。哎呀。哎呀，还有一局一 v 一决胜局。OK， 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哇 ！OK， 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！哇！哇！势均力敌，势均力敌，走！耶！老师，羽毛球打得开心吗？哦啊哦！扣球，扣球！啊！精彩，精彩，精彩，精彩！我们可以先看猫了，我们可以先看猫了。我他又弄啥嘞？谢谢老师。好紧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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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站起来了，站起来，加油，加油，稳住，稳住，老师加油，加油。再见，再见。哦，辛苦了，谢谢。太懂事了，太懂事了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们先看猫了。我们先看猫了。哦，就是这里。Okay, let's go. Hello， 你们好，欢迎光临布布波波。所以我们今天是蹦床，是不是？今天虽然是带你们来放松的哈，但是其实进来了以后，你就会发现好像并不是这么一回事，好像是来运动的。好，欢迎各位来到黑油动吧蹦床乐园，我是今天的教练，我姓杨。接下来呢，就是由我带领大家来一场我们奇妙的蹦床之旅，到底里面有哪些好玩的项目等着大家呢？来，大家跟着我的步伐一起前往到我们的场内。